读祝祷文。中华民国107年12月20日吉时，为彰化县花坛乡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区计划儿童游乐场口庄公园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由主典者花坛乡乡长李成纪乡长率领全体同仁代表及贵宾敬备清香礼酒、生果实修、金银财帛。彰化交流道吼，特定计划区内底二八公园吼，是咱的靠镇地区北靠这吼。啊，这个公园编定40几年啊吼，啊，伫咧两三年前吼，啊，咱开始努力吼，啊，编的预算，感谢咱代表会吼，哎，主席甲所有代表的全力支持吼，啊，所以编的预算了后，咱开始启动吼，啊，征收的计划，啊，经过吼，啊，这另外努力呢，感谢吼，这地主吼，哎，配合啊，全部拢完成了协议架构，啊，完成协议架构了后，咱开始设计吼，啊，工程设计，啊，经过了后，咱个。设计完了后，咱的工程表吼，啊，最近嘛顺利标出吼，啊，所以这个工程吼，开始今日这临时建立来动工。咱口庄地区吼，最近几年真侪建案推出，啊，真侪外来的人口吼搬来咱口庄地区，会使讲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所在。啊，所以的居民的增加吼，啊，对一寡公共设施啊，甲公园绿地的需求吼，啊，愈来愈大。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好大的所在啊。希望讲透过这个公园，大概吼，儿童计划公园大概有2000多地。啊，600坪左右吼，透过这公园啊，诶，动工啊，会当完工了，会当提供吼，咱口庄地区啊，咱乡亲吼，啊，甲咱花旦吼，是咱的所有乡亲哦，啊，一个运动休闲的好所在吼，啊，感谢这过程中吼，咱代表会支持，啊，地主的配合，啊，甲所有协助啊，所有人员吼，会当促成了啊，这长久以来啊，咱口庄人等待几啊十年的工会当落成吼。请我们的贵宾。请直产，请往前直产，非常感谢，期待的一刻。彰化县花坛乡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区计划儿童游乐场口庄公园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